little fox.穿靴子的猫，十八，和食人魔做交易。食人魔把笼子拿到厨房，他把笼子摔到桌子上。哎呦！普斯说：“普斯！”食人魔大喊。没有人过来，于是他开始自己切洋葱。午餐一定很好吃，他说。我得逃出去，普斯想。他试着把笼子打开，但是太难了。普斯又想了一个方法，他假装哭了起来。我太可怜了，现在我不能跟公主住在一起了。食人魔停了下来。你认识公主？他问。普斯吸了吸鼻子。我的主人要跟她结婚。食人魔摸了摸下巴。那你会变得很有钱。如果我让你走，你会给我钱吗？但是你已经很有钱了，普斯说。食人魔耸耸肩。我要更多钱。普斯假装想了一会儿，最后他说：好吧。食人魔把笼子打开，普斯越过食人魔，他抓起洋葱，他把洋葱扔到食人魔的脸上。哎呦！食人魔大喊：我的眼睛！啊！普斯快速从桌子上跑过。哎呦！他大喊：我的爪子！他的爪子被刀划破了。普斯没有时间停下来，他继续往门那里跑。普斯突然停了下来。不好了！一只狮子挡在了门口。